这个呢，虽然是一个橙子趣味赛，但是也是一个一对一的对决呀。另类桌球赛，橙子排球赛。球桌上摆放一颗白球和六个橙子，双方各派出一名队员比赛，按九球规则击打橙子入袋最多者获得胜利。这样剪刀石头布，谁来决定谁先开球吧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来比比看。One, two, three, four. Okay. Come on. 位置非常好。这相信也是塞尔比有史以来第一次在电视上打橙子。好。 Cut is around the table. Good. What a pass! How's your luck? 母球的机会不是很好。哦，你猜能进吗？我猜很难。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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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 Yeah, thank you. 打这个球，大家看得很开心，所有的观众朋友也看得很开心哦。有的还流口水了。而且橙子还一跳一跳的，你看。看来他是要击打这个。橙子确实是有点难度，他也不够圆，又那么大。恭喜塞尔比获得这场比赛的胜利，恭喜！谢谢小。